看这，可以吗？2月14号，大年初五，正好是过年期间，台风粗暴驱离福建渔船，导致2名船渔民遇难。这一恶性事件引起大陆各方的强烈愤慨，严重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。我们此行来金门，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，协助家属善后，带回2名生还者。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，配合处理善后事宜，避免进一步对家属造成伤害。谢谢大家。